芙蓉姐姐早期因夸张雷人的造型和表演走红网络，不过火爆之后，芙蓉姐姐反而选择收敛张扬的性格，并且开始疯狂减肥，尝试改变原来雷人的形象。而她的瘦身精神更让网友赞为励志女神。近日某网友在微博曝光了一组芙蓉姐姐新剧造型，并称不得不承认你的肤质超好，化上淡妆的你更加亲切，侧脸也很完美哦，我们喜欢这样的你芙蓉姐姐。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出，芙蓉姐姐端庄大方，一身镂空连衣裙，头发盘在脑后，知性的笑容非常的漂亮，摇身变知性白富美。照片一经曝光，立即引来网友的热议。有网友透露，以前关注她是因为她的大胆敢出来秀，甚至还稍有点反感，今日见此照片由衷的佩服。随后芙蓉姐姐转发此微博，并特意嘱咐称不许剧透，并配上大笑的表情。